OK，他这台车进来之后，他是没有涂装的，因为我都改过了。我看一下他的护具哦，就升级到满是5万块钱哦。那这边就稍微给大家看一下，可以改的东西其实还蛮多的啦，车灯啊，涂装有还蛮多种可以选的，换个颜色好了。那这里有一些解锁的部分需要解任务，然后研究才可以用。OK，然后感应式地雷也是一样，喷漆也是换个颜色好了。好，然后这个变速箱涡轮。然后武器就有地对空炮台啊，原厂武器一个，它这有2种款式可以选。车轮的部分呢，这里车轮可以改，我看看，看看别的。哦，OK，这样子会不会感觉很怪啊？我保持原厂好了，原厂的就好了。轮胎款式。它没有办法选款式，那车窗就是前面这个，因为可以看到我的洞，这个脸有没有？这样就可以遮起来，你就看个人喜好。哎，它这台车就差不多是这样子的。那我先开车出去试一下这台车的性能好了。我一出来就下雨是怎样？对啊，其实它开起来蛮……哦，对了，它这台车是水陆两用的，水上可以开，然后陆上也可以开，然后它还可以爬山呢、啊，爬山很好用。OK，我换一下那个炮台好了。OK，它看一下前面那个炮台的，诶，哦，有点像坦克车啊。单发的这样，它是单炮管，单管炮，OK，这台车介绍到这边。